这时间呢啊落伤久啊，落伤久就迄个，那个这要转传太麻烦。我今日开始继续讲哦，继续讲这个，咱地震室理社长伫咱 A 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今日特别介绍这个阅卷呐。阅卷我之前讲到，110年九月二四，这个延迟辩论的笔录，这下就是迄、那个，比格啊，比格讲，咱要求申请调查证据，伊讲没有必要。很关键的是，这个物件，销的物件的钱，摕去倒啊？啊，阮即马重点就是钱爱讨会转来嘛。啊，钱讨袂转来的时阵，你要叫咱本身要安怎处理？哦，咱借款人要安怎保障？啊，所以我就今仔特别阅卷，含为110年正月初七，这个庭是安怎讲啊？因为伊这时间吼，有一个时间因拢会通过。伊即马来讲，法官吼先办。这个案件呢，请求返还借款事件，由各级法院呢办案期限实施要点，就是讲有一个期间，含这个期间第十点第一项第一款的情形，你为视为不迟延案件，就是当作无迟延案件，并通知统计室内管，是否可行，请鉴核了。这是因内迁呐，内迁的这么。原因是视为合意停止诉讼程序，因为这个参见一月七号延迟辩论，视为合意停止诉讼程序，视为合意停止诉讼，因为原告迄天无出庭啦，含什么原因？当然有正当理由啦。伊即摆讲参见一月七号延迟辩论，原因发生日期的。111年将会确定，原因消灭日期是原因消灭在通知统计室扣除原因发生之日起至消灭之日止之时间而计算结案的日数啊，这么停止嘛，停止的结案日数的减少，减负只接建中共议中啊，当然法官啦、庭长啦都议定了。哦，这议定，议定会推嘛？这法官嘛是有时间的限制呢。啊，这你讲呢，将会切切，本来是讲，按算讲要先判啦，按算要先判，法官先是本件辩论终结，按算要先判，啊，结果是因为当事人两造，迟误延迟辩论期日，视为合意停止诉讼程序啊。视为合意停止诉讼程序，讲无去嘛，两周无去，两周无两周无去，敢会说结案？未说结案啦，是不是？你视为合意停止诉讼程序，这法律哦，法律正经你也无注意哦，你像我也无去阅卷呐，戆戆等开庭，戆戆等通知开庭，即嘛伊啊，我印象中是两个月啊。四个月、两个月，我袂记得啊。两个月，你也无申请四行诉讼的时阵吼，三个月、两个月、四个月，我都查看卖啊。因为对面停一遍，这边袂记得。啊，我今日这无啊，毋是讲重点啊。即嘛先讲这个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的结论。法定爱讲真话呢，袂使乌落木节乌白讲呢。你注意听。贵院110年度这个案后事件，本人当系据实陈述，皆无逆事增减，如有虚伪陈述，按受处罚。仅此记者，当事人向法定代理人向。这是110年十一月十二，我以为正月初二要都开庭了。啊，这当然，提这个100万这个退票，法官问我讲，啊，你这开100万的票？但他也得回我咋办呢？啊，那林党诶，因为他咋欠太侪啦，欠太侪，咱阿公，你这边是要进口迄个次氯酸电解水生成设备，你袂使开玩笑呢？
这叫阮亲戚卖股票的呢。啊，你安尼的，伊卖股票，我卖即马在赚大钱呢。无多啦，就是有时吼，秀情吼，秀情就是买厝买伫遮，所以即马爱大家讲好，含爱有保障，含较去做遮个代志。即你既然是阮个法定人，讲你既然是挂名福建人，在林丹往生之前，所有资金提款证，到底谁负责？啊，即被告简华代就讲。阮姐姐会负责，伊做会计哦。迄因囝讲的，大汉囝讲的哦。你是对一年开始担任挂名负责人？法官问伊啊，伊讲成立的时阵，我就是我，但钱是老爸出的，钱是老爸出的哦。法官在问，老爸对我拢讲是董事长。你安怎个安怎看？伊讲对，哦，讲对。按阮个法定代理人就问啊，被告这间公司咧，前身是罗塞饮料公司，含我嘛是股东之一。公司改组改名的时阵，我将股权甲出资额移转予您这个大汉囝，啊，大汉囝改名了后，就是公司改名了后。含林董的指定你挂名负责人是，含股东，含法官就问，这就是我讲的啦哈。法官讲，先列声明有无其他说明？先列声明就是阿杜阿讲的讲，写50万啦，50万含利息为6月12日去算起。含表的声明就是47,500块，含利息为3月12日算起。阮个法定代理人讲，被告这间公司啊，拄开始的校务啊，叫税务上嘛是我处理的。到108年6月，含隐匿财产了后，他通知我袂使处理公司的校务。含法官，你所谓校务是虾米意思？我本身是绩效的报税代理人，含被告这间公司咧，虽然我唔是股东了后，但公司绩效报税业务拢是我来处理。哦，这是。我当时咧，伫法庭上咧，特别啦，法官讲这个代志，啊，讲这个代志了后咧，像这后壁咧，拢有记录，笔录拢有记载，记载就讲，我只管绩效啊，报税，但公司财务，进出，你无经手吗？啊，阮个法庭代表，我也是有经手，因为被告。这间公司的资金拢是民间资源，林董的经营的资金拢是外口人借的，向外口人借的。108年3月12日，张先生借47,500块，也是林董的，含阮借钱了后，讲要进口电解水的设备。法官问：借款有开借据无？这我是咧提咧强调，一寡好朋友后盖会记住。还有借股，伊有开票，我唔对。但是开票，来讲借款原因有多端，不汇款原因有多端，所以你爱有这个观念。伊讲，这阮个法定代理，当时开因第二查囝，负责人的办公设备的支票100万，发表日是108年6月24日，但是6月25日提示了后也退票，原因是存款不足。因为当时讲好借3个月，利息是1.5%，所以先扣22,500块利息，所以张先生才会写47,500块，填成这个支票退票理由的原本提示以被告确认。所以这个书记官真好呢，因为我表达他写的非常明确，伊无误解我的意思哦。好，所以你来一开庭的时候，爱看荧幕。因母其实我嘛有时阵无看，刚伊是讲礼貌上看法官，但是恁即马免一定看法官，看因母上着，迄因母看记载对啊唔对？按支票100万，阿泰的一家50万，按阮个法定代理人林董的欠我足侪钱，因为伊个我话讲林董讲进口电解水设备好赚，按着万一有违约的时阵，伊要赔我50万啦。所以我迄阵请请省委，现在去啊请求30万的原因就是安尼，
但是伊个高法官听袂落去啊，伊个高法官伊无做生理的时间，伊听袂落去啊，无法度，我尊重法官嘛，即嘛借钱还借钱，赔偿还赔偿，你袂使切个德哥倒菜刀啊，对不对？哦，这是个讲话大家常问，法官都问啊，阮个退出的机票退票，你有得有啥物意见？即被告就是因家因囝，伊讲老爸往生了，我怎么问？伊想问老爸，往生了要安怎要安怎问？办公设备负责人是阮姐姐无唔对，但是事实上，是毋是阮老爸管理我唔知影，我无承认，这是个阮。老爸去喊阮家在借钱，你唔知影，你都讲迄迄唔是证据，喊钱只钱客气都讲唔证据，这个做人不要这样吼、哦。共同被告共同诉讼代理人刑事不争执啦，这嘛话说律师讲刑事无争执啦，但就内容看不出来是有借贷约定，噶多付五十万元的约定啦。这个律师啦，吼、哦、啊，阮个法定代理人的支付本票也不由被告所受啊，所以即马他定这个定期是111年正月初一上午10:15啊，较细顺啊，细顺的原因是我都有讲过，就是正当理由无够定啊，无够定的时候，法官拍穿啊，要讲依照辩论啦，本来是18要都要宣判啊，结果。法官讲，因为这吼，已经有时间的压力啊吼，即嘛，伊11月15有签一遍咯、哦，签一遍讲，因为基本案吼，以延长一次3个月为限，你视为不迟延案件，并通知统计处列管是否有当请核实，原因本件。有先备位声明，且案情确实繁杂，无法以期限内审结。这11月15的在签呈，法官到庭长到院长，拄仔讲两遍，伊迄有期限啦，有期限，所以咱爱知影讲开庭的情形啦，吼，所以咱特别个看这个，迄间原告无去嘛。原始辩论笔录啊，原始辩论笔录，伊安尼写哩啦。原告这个公司含被告就是这丁人，上列当事人间110年多，这个暗号还款借款事件，伫111年正月初七上午10:15，在简易庭第三法庭公开辩论出席，职员有法官、书记官、通译，还佮有朗读案由。稻田关系人就报调单。本日，辩论进行要领及记载明确之事项如下。这是今仔去影院的迄个笔录，这重点是这。我讲我无去业界的时阵，就麻烦。原告未到，被告拒绝为本案之延迟辩论。本来就会使依照辩论啦，因为其实事证已经很明确，还伊就拒绝啊，拒绝都拖时间。你若零分利息来讲啊，你若50万一年10万嘛，一个月差不多10万块，你爱拖你就去拖。法官都对事证很明确嘛，照讲你钱行行的就好，你嘛讲无先付先50万，我嘛同意啊，我嘛就安那得退让一步，结果恁这家我唔知安怎想法啦，袂用去批评啦，视为被告未到，伊讲被告拒绝辩论嘛，还是两兆都没有到嘛？意思就视为被告未到，两兆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迟误延迟辩论期日，视为两兆合意停止诉讼程序。这就是较知影啦，他也视为的动作讲两兆啊，合意停止诉讼程序，这是讲给大家参考啦。我今天讲这个原因就是讲。因为做些代志吼，我今日个讲查报大队啦，讲查报大队一段。这四间拢有建筑物使用执照，四间拢有建筑物使用执照，结果查报大队也讲伊迄违章。有时我唔知影讲咱政府的资讯是不是
不够透明。我是地政司，好佳哉，我以前我有留资料呢，无证明哑巴吃黄连呢，钱少人啊，都互报违章。这心内会感觉真奇怪的。所以咱好朋友啊，有机会咧，多多看啦，多多听啦，就较袂吃亏上当。人会讲啊，李社长你家己吃亏上当没有？就是交流嘛，分享，有机会咧，大家加减参考。再度感谢大家，咱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2022年。虎年嘛，虎虎生风，风丰富的风，还是走路有风的风，拢会使。祝大家平安、快乐、健康，谢谢大家。今天有小花把那个档案小花有删掉，所以这边会使录较久。无你啊，这种录太久哦，有时阵就那个转传拍传，档案太多，谢谢大家。